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妹，好高兴今年成为爱心圣诞大行动的一份子，仲参与演唱埋主题曲添。今年爱心圣诞大行动的主题是艺术文化表演，旨在为社会上面有需要的人士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带来体验表演艺术的机会。作为爱心圣诞大行动的大使，我想藉着这一次机会，邀请各位为有需要帮助的青少年、少数族裔、双健人士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。记得留意爱心圣诞大行动的主题曲和 MV 啦。